今天要带来的是快乐颂。钢琴那一样，待会呢会展现他的琴艺给大家看哦。大家好，我是六人小拉琴，我要表演你的歌。你是饭还没吞下去吗？为什么讲不清楚？饭吞下去了吗？再吃。大家好，我是六人小拉琴艺的，我要表演野玫瑰。好，掌声一下！虽然大家忙着吃饭，然后另外一只手可以拍手。谢谢我们季多带来的野玫瑰。我来看一下打赏箱，这是我们六年甲班的打赏箱吗？不好意思，刚刚好像表现得没有特别好，所以一块钱都没有。但是精彩的来了，他们把火力集中在这首歌，来点掌声好吗？欢迎我们六年甲班所带来的合奏曲《小幸运》。这首歌如果表现得很好，把你刚刚想投下去的钱尽量的投下去哦，给他们满载而归一下好吗？好，有没有发现他们各就各位，已经准备好了他们的给息，他们的给息每个人都不一样哦。刚刚我有大概一一介绍了，对不对？我们里面有会吹长笛的小美女，还有会弹钢琴的季多，哇，有乌克丽丽，还有吉他，还有贝斯手。现在他们要来演奏一首相当好听的一首歌曲，也代表了他们在这六年来在文德的一个心情。在文德是非常幸福非常快乐的，也是非常幸福非常幸运哦。现在他们要准备好咯，准备好了没？好了，你们要乖乖的演奏哈，不然都没有钱哦。刚刚表现的怎么样就算了嘿，因为大家在吃饭，反正没有人听，但是这首人那么多，应该会大家会认真听一下。来，现场的好朋友，来举起你的双手，他们已经准备好要带来这一首。好，这个梦幻的组合是我们校长梦寐以求的组合。我们校长说学那么多年的才艺要来一个 band， 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变出来了哦。所以变得怎么样，等一下大家听了就知道啊。不要忘了，你们应该都有带钱来，我们的打赏箱到现在还是空空如也，不要忘记你们的热情。灯嘛加嘛加啊加啊啊，起码要给蛋瓜哈啊。再来，我们的舞台右手边呢，
我们的舞台右手边有我们的墨人咖啡，待会呢吃饱的好朋友可以到我们的旁边来喝咖啡，喝咖啡做爱心。好，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六年甲班，由我们的班导师林展娇老师一起带领我们全班同学合唱这首《小幸运》，来个热情的掌声一下好吗？热情的啊、哦，热情的，谢谢你们。校长，你投了没？还没，赶快，赶快，赶快补投。好，接下来的哦，校长，我没有看到，
继续加嘛，还好我们响笛班在最后。好，接下来是我们五年级的小朋友，五年级的小朋友有，哇，分好多组别哦，因为我们人数。乐团，我们的成员有，吴克力一首，李志凯，吴克力一首，李东手，江晴汉，吴克力一首，互相扶手，许崇凯。台歌，我们要带的是句号，邓紫棋很有名的一首歌。身上啊，有一个很可爱的配件，什么配件？有注意看吗？对，没有镜片的眼镜，那你就知道现在登场的是什么乐团，是我们的大天乐团，对不对？他们没有近视哦，可惜他们戴了眼镜了，不是太阳眼镜，是很可爱的红色的眼镜。还有我许荣轩，主唱是黄平，还有黄雅琪。
不走是眼睛里，我们要表演一首有何不可，希望你们会喜欢。Thank you.
太快了，请分批次啊！哇，真的很精彩哦！哇，接下来刚刚是五年级的表演，现在是我们四年级的小朋友，也是带来非常精彩的歌曲表演。四年级的小朋友来，先赶快上台，先赶快，请赶快上台哈。三年级的小朋友先在后台做准备哈，那你们上来的时候就定位之后，我们的音响哥哥就会帮你们把音响架好，麦克风架好。他说开始了，你们再开始哈，因为我们的哥哥很专业，他必须要收到最好的时候才会开机，才会有声音出来。好，所以你们不用上来的时候一直说没有声音哈，因为他会准备好。好，对。好，我们各位家长哦，如果吃饱了，我们这边的那个咖啡啊，我们那个会长哦赞助我们大人的部分咖啡哦，那等一下一样哦，吃饱饭之后可以去品尝一下他这边的咖啡哦，那就是会长赞助了5000块的咖啡啦哦，所以我们也是给我们会长热烈掌声哦。那等一下我们大人哦，就是吃完那个饭的时候可以去那边哦品尝一下，拿一下咖啡来品尝哦。好，谢谢。喂，好了，请开始咯，我们四年级的。支持并鼓励。
杰出校友啊，今年是国一哈，国一，那也是一直在我们的文德这边做学习。那毕业后呢，也不忘了一起来服务我们的学校啊。好，我们的宇恩同学今天弹得非常非常的棒，而且听说是赶场哦，五点下课，马上衣服还没换就冲到我们的文德国小了啊。好。有没有很棒的文德的小朋友，除了能演能唱还能介绍所有的乐团，这就是我们文德给予小孩子的能力。一个像爸爸，一个像妈妈，对不对？来，赶快打扫哦！我们要。
要换下一个年级了哦。还没打赏的我们的四年级的小朋友的家长，他们表演的那么慢哦，好好喝的话呢可以续杯，但是不要忘记要贡献一点你的爱心给他们哦。好，大家好，我们是 A11乐团，这是我们的乌克丽手徐玉敏、徐有志、徐志豪，这是我们的铃鼓手邱科瑞，这是我们的爵士鼓手徐耀威，这是我们的 keyboard 手婷文姐姐，我是今天的主唱。我们今天带来的是来自天堂的魔鬼，如果别人好，请你们打赏。在我们的舞台右边，不要忘记你们的热情。爵士鼓哦，听说他光自学就可以这么的厉害。那刚刚弹琴的这位也是我们杰出校友，也是我们文德国小的毕业生，我们的许婷文姐姐哈。我们都是学长姐制哈，反正在这里毕业继续留下来都还可以做学习。好，我们下一组东北乐团来，请上台准备喽。已经从男生变成女生了，大家要注意看啊！这两位是我们的学姐哈，我们的徐雨恩，还有我们的许玉洁。
带精彩的爵士鼓的演奏哦。刚刚我们有听了一首歌叫做《天黑请闭眼》，那既然天黑请闭眼，那就会另外一首歌出现哦，叫做《天亮请睁眼》。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带来是不一样的组合。哎，好，请开始。大家好，我们是红王乐团，这是我们的领鼓手许仁福、余修为，这是我们的木箱鼓手卢乐华，我是乌克丽丽手江一如，跟邱吉祥我是主唱。我们今天带来的是《天亮请睁眼》。请问，快，来，万丈高下。
会再继续进行。好，来，请开始，二年级的小宝贝们。大家好，我们是二年级班失败的面团。石香云、高明轩、许明俊、江水，我们是今天的主唱，许玉成、江水，希望大家会喜欢。主爷到处去募款，对不对？他们表演得很棒。好了，谢谢大家，换下一组，谢谢。好。哇，我们鼠爷今天新。大家好，我们是摇滚那个乐团。介绍我们最帅的爵士鼓手陈伟豪。
鼠爷已经装满满的钱财回家咯，谢谢我们的零星代表。接下来呢是我们最可爱哦，期待很久的我们一年级的小朋友，那请一年级的小朋友进入上台，那也请我们的响笛班的同学呢先到后台做你的乐器的准备。好，那我们在这里也感谢我们的草屯静安府慈善会，好，我们的理事长、我们的总干事，还有我们的黄老师，已经带了非常好吃的点心要来捐献给我们文德国小。那拜我们典礼的时候，我们再做感谢状的一个仪式，谢谢您。好，我们一年级啊，因为人太多，我们就分男生跟女生，等一下要比赛哦。到底是男生比较厉害赚很多钱呢，还是女生比较厉害赚很多钱？那在场一年级的小朋友的家长在哪里？我看到了，等一下每个人都不要忘记你的热情。有看到这个箱子很大，要把它装满满的，好不好？你们满满的，他们就会很开心，以后就会乐意学习，好吗？好，我们开始。大家好，我们是一年甲班最帅的小男生，今天要带来的是最美的期待，希望大家会喜欢，请大家掌声鼓励鼓励。
很多的打赏费。哇，接下来的节目呢，我们是邀请了我们文德的大家长来敬礼，谢谢大家。敬礼，谢谢大家。啊，接着是我们想向右转，好，很可爱，很可爱。好，来，请下台。谢谢是什么吗？就是我们每个礼拜六的早上九点到十一点，会在我们的文德国小的社区教室呢做学习的一个乐器。那除了可以学习我们的响笛之外，也可以学习他们手边的这个陶笛，叫做复管陶笛。那现场有兴趣的大朋友、小朋友、阿公阿妈、通通都可以报名参加哈。每个礼拜六哈，每个礼拜六都可以来参加我们的响笛班跟复管班。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六年级待会要到我们的楼上参加我们的毕业典礼，那校长也是很忙的啦，所以我们要先让校长的节目先登场。等一下啊，校长在哪里啊？校长装了。好，我们要先带来这一首歌。那这首歌呢，是因应我们今年的这个武汉疫情哈，那希望呢这一首歌能够呢让大家呢台湾更团结哈，台湾能够更努力。那我手边呢有几张谱，那请现场的家长呢打开你的手机，打开你手机的我们的手电筒，让我们用你的手电筒上面的灯光一起来挥洒整个天空。好，来。好，来，我们现场的家长有没有人会唱这一首歌？明天会更好。我手边有谱，那有歌词哦，那大家可以一起唱。好，拿到的都要大声。我现唱了哦，要那个打赏箱要看各位家长。校长加油。手机上面的手电筒，代表着烛光。
期呢赶快远离我们的台湾。啊，也谢谢我们的文德所有的老师、所有的校长、主任们呢，保护我们的文德的小朋友一起呢在这里成长，安全的成长。那现在呢，我们要请六年级及五年级的小朋友先到我们的三楼的礼堂参加我们的毕业典礼。那我们的节目还没有完哦，因为校长说一定要演完才可以走。好来，现在都是我们响笛班的时间哦。好，那先请五六年级的小朋友先到我们礼堂做准备。好，那我们就继续咯。好来，响笛班的小朋友该上去准备的就去准备啊，如果不该准备的就留在现场继续表演好不好？好，好来，好，那我们就带来卡农。好，非常好听的一首歌，你咖啡。好啊，请开始。小朋友在哪里？好，他们学习两个多月的时间，那第一次在这么多人的前面表演，那一样不要忘记热情的打赏要献给他们哈。他们平均都是一年级，好，好。是我们的响笛初阶班的小朋友，然后也请已经表演完你必须要先离开的小朋友，后面你的乐器要记得先带走，先整理一下。好，
初阶班的小朋友都上场了吗？啊，为什么你还在那里？你的响笛呢？好，赶快，赶快，赶快！好，我们先给我们初阶班的小朋友，先给他们表演他们的拿手曲子。呵，这条歌叫做《大口袋》，相信很多的阿公阿嬷一定有听过哦。好，来，我们让个位置给初阶班，因为他们个子比较娇小。哎，对，好，很好啊。听众手准备好了吗？好了，让我们来下这首《大口袋》喽。好。进行。那如果要参加那个毕业典礼的家长啊，哈，再请到我们的三楼礼堂哦。那我们这边还是会把它进行完哦，哈。好。好，这首歌是我们陶笛阿志所写给我们的兄弟队的一首歌，叫做《勇者之歌》。就是我们的恰恰彭正明，为了彭正明，我们的陶笛阿志写了这一首相当好听的一首歌《勇者之歌》，代表他是勇者，为台湾争光。我们用这首歌来献给我们今年的毕业生，啊，祝福他们鹏程万里，学业进步，在未来能够呢，哎，大展身手，一帆风顺。再继续看下去，想的时候要喊两个字来，叫做什么？安可安可安可要给我们，对不对？好，来，我们
的那个主曲，民歌主曲，来给几位家长呢来表现一下哈。来，那个婷婷帮我设定那个 love song 给他，速度给他设定就一样就好，谢谢。好，有看到我们后面的这些年纪看起来稍微大一点点点点点的，都是我们小女班的同学，好不好？那他们除了是家里的好妈妈好爸爸之外呢，也是我们的好学生哈、哦、不要在乎年龄，不要在乎学习的年龄，只要愿意学习，文德小女班都欢迎你哈、哦、好 OK。 那我们带来连续好几首好听的歌曲，我们都不讲哦，这里呢有我们就送礼物，里面有几首就送几支礼物出去，好不好？哎，啊，你要认真听啊，到底有哪些歌？好，来，我们等一下要来猜歌，好，来猜歌，好。
赖琪小姐所演唱的。哇，来参加咱的活动，会使学乐器，阁会使唱歌，吼，伫厝的拢唱歌给人听。来参加阮的活动，就会使唱歌给阁较侪人的人听，吼。哎，接着是美丽的夫妻档。曲子没表演到的吗？没有了，全部都表演完，那我们就下台一鞠躬哦，来立正。经理，谢谢大家，祝大家有个美好的夜晚。那可以到我们的三楼礼堂来观赏我们的六年级的毕业生的毕业典礼的节目哈。好，那我们就全部移驾到我们的三楼礼堂，好吗？